大家早安，今天小兵又要开始直播了，希望大家今天早上有一个好的开始，昨晚睡得好，今天起来精神好，等下去上班心情好，做家务的也心情好，大家都好。今天我要看的这个脸书的 post 文第一则啊，就是谈到这个我们的官方媒体说的铃木杯冠军 U23 亚洲杯冠军亚运会四强，所以越南足球队今年的收获可说是相当丰富的，恭喜他们。然后加多后面一句，也希望马来西亚再接再厉。哦，这场比赛是越南跟马来西亚，结果呢是越南胜的。然后这个标题有说马来西亚过不了难关，越南小胜二度夺冠。那我们的网友也有说老马玻璃心碎了。我恭喜他们啊，这两队其实都是强队啊。想当年我们新加坡足球队参加大马金杯，我们其实不是赢整个马来西亚强队，整个马来西亚队是赢他们的州队，彭亨啊，那些很强的基兰丹啊，当年我们小小时候去看足球的时候，哇，我们新加坡队能够赢彭亨队啊，能够赢槟城啊，基兰丹啊，哇，我们都很开心。特别是我们建的这个体育场，就是那个已经不在的那个体育场，我想当年我小时候小学生我就迷足球，我迷到一个地步，我是自己一个人跑去看足球，你知道吗？小学三年级我就迷足球了，我的家道还不错，所以零用钱是很够的，所以我去看足球我是蛮开心。而且我们那时候足球哦，给五毛钱就可以进场了，五毛钱就进场，五毛钱就进场，都不是事先买票的，当场买票，啊，五毛钱呢？你去想，能够看一场足球赛，当年。然后你们记得吗？当年还有一场暴乱，就是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了，来到现场的时候已经失控了，所以那个主办当局就告诉大家说，闸门要关了，因为那时候是你给了钱你就能够进去，闸门要关了，请大家。取消这个继续拥进去的那种念头，结果更多人拥挤进去。哇，我这个小孩子很可怜耶，我又矮矮，我不高嘛，小学三年级怎么高法，瘦瘦很瘦的啊，那时候我很 handsome 的啊，小小年级，哇，就被挤到里面去。然后听说后面那些政报警员哦，就强行拉走那些向前拥挤的人。那你这样的举动啊，其实是有一点失算了。所以那个拥到那个入门处的那些群众观众啊，哇，越来越挤嘞，这种搞不好会踩死人的，因为挤不进去嘛。然后结果还好，我被人救了。被谁救呢？原来里面那个体育场里面刚好就是已经那些政报部队的人哦，就冲出来。在那个售票前的路口，他们站在那个路口处哦，然后就是阻止人家再进来，是这样。后面强行拉，前面阻止进，但是我就在前面第一个嘛，怎么办？结果那个好心的那个政报警员哦，就把我拉起来了，因为我小只嘛，把我放进去，放进入场，五毛钱都省了。五毛钱都省了，哇，那难忘的一场，那个也是唯一的一场非常非常紧张暴乱。好像自从那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就真的售票了，哦，不是凭人进去然后给钱，其实这样也是很麻烦了，有点会不会账目不清啊？这样如果有售票，收多少票就 control 得很好。哇，那场决赛我进去就蛮开心的，哇，后来这个是一个大新闻。然后我在常常去看这些大马金杯，我一个人嘛，我都跟你讲我一个人了，我很喜欢跟那些老伯伯坐，老伯伯他们坐，他们一群老人家在那边
我就故意挤在他们旁边，你懂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很疼小孩子，看到我，哎，小屌也来来来，坐定姐啊，叫我小条的，小条的吗？小只，小孩子的意思。然后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坐呢？因为我们这边等住就，哎，你懂吗？七点半还是八点的比赛啊，三四点就要进去里面挤好位嘞，要坐几个钟头等好位哦，你懂那种情形哦，就是蛮辛苦的嘛。所以有时尿急嘛，人有三急嘛，肚子饿要买水嘛，那谁能帮我看位置啊？你跟那些老人家坐，你要离开的时候，你就叫他们说，哎，留个位给我，多好。所以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后来到了六年级，我就有一群朋友嘞，哇，我们小六会考班啊，人家是会考班，每个忙的读书，我们这一班呢、啊、都是，嘻嘻哈哈过一生的，哇，整天借档这样去买东西啊，去看电影啊，去这个国家体育馆啊、看足球，还有当然我们也组成篮球队，所以小时候的那种回忆啊，哇，现在想起来有多少年了、啊？五十年吧，哦，五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新加坡的足球不见得好，但是谁可以忘记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人，谁可以忘记郭金松？啊，现在是 Silver Lim 的好友，谁可以忘记多拉嘎辛啊？他已经离开了。后来Fendi阿妈跟这些多拉嘎辛，他们培养这个Fendi阿妈成为一个新人。谁能够忘记那个守门员林秋平？还有一个叫做我都忘记名字。你看 ，Edmund 是吗？好像是 Edmund。哦，谁没有人忘记的这些人？还有那个玛丽。还有一个颠马叫什么我都忘了，哇，他进来都乱踢的，但是踢进球，谁能够忘记那个教练朱新贵？没有人可以忘记的，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然后我们也把敌人当成是敌对当成是我们的偶像啊，谁能忘记这个索金安，Raju Gopal是我们的，还有一个对方有一个索金安，还有几个都很好的，我都忘记名字了，我索金安不会忘记。哇，当时如果这些对立的话，哇，多么好看，整天都想足球，根本没有想读书呵呵，足球的魔力很大，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看足球，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能够选择，我每四年世界杯一定看的，哇，今年的世界杯我就在脸书从头到尾开了一个网站，从头到尾报道了，当然我们这个群组1000多人的群组里面喜欢看足球的也并不多了，哦。现在我有一个，我现在继续这个 English League 了啊，很抱歉了、啊，在这里也跟那些支持 English League 我的网页的人道歉，我几乎是哇半瘫痪在那边了，哦都没有什么去 update， 最近才刚刚 update 一些新闻，但是实际上我也真的没有时间去注意看这个球赛，哦，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封这个 English League， 啊，包括我的女婿也是，但是我就没有喜欢这种。不是很喜欢这种按摩的球队比赛啦，当然世界杯就 different 嘛，因为世界杯是各种各样的按摩嘛，对不对？还有欧洲，还有非洲人嘛，还有亚洲人，还有日本、韩国啊，哦，新加坡啊，哎呀，我看我我蒙主恩召的那一天，新加坡球队不要说奥运会啦，不要说世界杯啊，奥运会啊，亚洲杯啊，我看都很难了、啊。哦，而且现在真的情况很糟糕，你知道吗？都不明白到底搞什么的。本土教练本来是很好的，那个孙特穆蒂跟范迪亚马，本来很好的啊，不懂为什么现在他们领军也有问题啊。他们曾经孙特穆蒂领的一队自己子弟兵踢得非常好啊，这么好的时候，突然他们去引进一个外国教练，每次都是，哎，我都不懂。为什么要引进外国教练呢？如果是自己本地的教练训练出来的球队能够有一点声望，我们就很满足了，很满意了。你引进一个外国人又连什么都不懂，语言上可能都有问题，还要靠翻译，很难的，这种东西不是每个球队引进外国人一定有效的啦。当年韩国什么引进那个外国教练的确是在世界杯有一番作为，但是如果我们本土的教练不错，应该
让他带队，也应该出钱给他去上课训练他自己，教练也要接受训练，然后所学的就是帮助球队。就像我现在60岁一样啊，我的工作单位现在送我去读书，我都60岁，他们还为什么送我读书呢？他们只有一句话问我，你还有几年退休？我说我现在60了。没有没有，他们问我你现在几岁，哦，我说我60，他们算算算，我最少还有5年到7年，要你该去读书，因为你在这里已经工作12年了，你付出了，你一直没有，一直付出没有 input。 所以我这一次去回去我自己的学院，17年前我拿第一个学位，17年后我现在在读第二个学位，哇，我真的是读了好惨，呵呵，崩溃。但是哦，哇，如果不用写文章，当然不用写论文，当然是每天听课都，哇，真的流耳油，你知道吗？听到我，哇，这些老师真的很有料的。这些老师有些比我还年轻，但是他们在我在工作单位的这些年，我服侍他们，在读更高的学位，他们学了，他们把他们所教的带给我们，所以他们这些老师都是博士级，而且他们都是在有侍奉的那种经验，不只是在书上面教我们，他们都有经历的，所以很好啊。你只要，我从来不要倚老卖老做人，最重要是这一点，不要认为说年轻人你不应该听他的，你要听他的，但是有些年轻人你就要点醒他，特别是那些厉害但是假厉害的人，厉害谦卑愿意教你，你聆听；厉害不谦卑在酸你，教你以为他很了不起，这种人我看不起的。你再好的学问，你再高的知识，你比我多强，我都不会看不起，我都会看不起你。人是这样的，毕竟你怎么读得多，也毕竟我的经验比你丰富。就像我现在在这个学院读书，你的老师很尊重我的嘞。他们在那些年轻的学生面前称我大哥了，大哥哎，我听了都，你明白吗？他是老师嘞，在众人面前称我大哥，难道我可以在众人面前称他说小弟吗？当然不可以，我一定称他说老师，陈老师，陈博士。但是私底下称兄道弟，帮助我，知道我的困难，指引我，给我该读的书，免我走冤枉路。因为学院里面各宗各派的书嘛，我自己也不了解整个历史脉络，有些我真的不明白各宗各派每一个作者他所背后的那个宗派，或者他的那个学历的来源。所以老师就说 OK， 根据我的看法，你看这几本书，然后给我那些英文书，哇，我就去翻译了。我英文不是很行啊，但是还好啊，你不要笑啊，真的是用谷歌有道，先翻译第一遍先，翻译的时候凭着我过去的一些基本的学识，慢慢的去揣摩，把它的翻译弄得更好。我就是这样翻译啊，不然你要怎么样？哎，还不错啊，我觉得啦，自己觉得还不错，还不懂，分数还没来哦，但是我知道老师是很好的一个老师。你看我们读书读到对老师的那种尊重，虽然年纪比我轻，这个老师真的很好，他知道我当警员，他的孩子又在警察部队国民服役，哦，请教我很多东西。他说要注意什么，我说一句话，贪污。他说现在还有吗？我不是说现在有，但是当来的时候你怎么去拒绝他？没有啊，很少有机会啦，现在。但是突然之间有这种机会呢，对不对？你查到违禁品，那个人赶快设5000块给你，你拿吗？你犯交通规则，那个人设多300块给你，你拿吗？很多时候钱突然来，你刚好手头紧，家里很困难的时候，你拿吗？这就是当诱惑来的时候，你做到那些非法移民的那些小姐们，她愿意向你献身，你要吗？
这些东西都是不是常有，万一有呢，一失铸成千古恨。所以我就跟他讲我的经验，怎样去抗拒这种诱惑。他真的去跟孩子讲，然后他的孩子在工作的那种情形巡逻的时候，我看到常常看到这些警员巡逻，我就跟他讲，为什么你们的警员，他们的警员这样巡逻，我们当年不是这样的，几个人挤在一起好像很危险，当恐怖分子来的时候，机关枪一扫全部死到完，他们之间应该有 formation 的，应该有距离的，不可以挤在一起啊，你为什么五六个人三四个人这样挤在一起，不对的，你要有 formation， 因为他们要攀查那些可疑人士，你们之间也要 surround 那个可疑人士，你不可以说挤在一起。后来他有跟他的孩子提醒，还谢谢我。你想想看，这种就是我们彼此扶持吗？他在我的学位上面、学业上面帮助我，我在我一点的人生经验里面跟他讲，虽然我在警察部队已经离开很多年了，很多是基本的警觉性，我非常警觉，我非常 alert 的，我比谁都 alert 的。我养成现在的习惯，我睡觉我很少会熟睡的了，但是我睡我真的是熟睡了，但是只要有一点声响，我会跳起来。所以啊，小偷不要想来我家偷东西啊。我的床虽然是那个小偷睡了都会睡到熟睡的人哦，对我来讲是没有效的哦。当我遇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很 alert， 然后会起来。哎，讲铸球讲到做警察，三句不离本行。如果你看我的所有小兵的这些课题里面，多多少少都是一些重复的啦。但是我想这些东西还是值得告诉大家。反正我这个小兵，我感觉他好像一份报纸这样，大家看到了，大家就听，然后就好像看了一天的报纸。我也不知道我会讲到哪里去啊。等下整个直播完了之后，我就把我讲话的内容的重点啊放在那一边啊。所以当谁有兴趣我哪一个部分的话，自己去啊。当然我不可能第几秒第几分啊，我没有时间做这些东西哦。大概次序上告诉你我今天的内容是什么啊，希望你们会喜欢。所以你大概好像是脸书新闻，我导读，然后顺便做一些评论，这样好不好？接下来这个也是很可怕又很看得很 big tick 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红帽桥怎么会是虫呢？哦，或许是变色龙的幼崽。这个网民也是很好玩的，他讲的话都是很有意思的啊。内容是官方新闻说，红帽桥主屋水龙头遗留出虫，公用事业局啊在窃查。哇，虫呢，那种虫好像那种蛔虫，好像小孩子肚子里面的蛔虫一样，蛮可怕的。不懂看得到吗？今天哎呀又跑掉了，等一下，我试试看看得到吗？啊，看到。看到那个蛔虫吗？哦，哎呀，不小心把那个网民的身份露出来，不要紧啦，原谅我啊，老王，他是很 famous 的哦 ，sorry 啊 ，sorry 啊，李大哥 ，sorry， 啊、哦，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蛔虫多恶心啊！水龙头怎么会流出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那个水箱的问题呢？很难讲，可能是你家水管的问题。我讲公道话啦，因为水你家的水管一直接到那个电水电表那边嘛，从那个水电表的那个水管，所以当你去申诉的时候，他们会先看你的水电那个水管的问题有没有问题先。哦，当然通常水管怎么会有那种小虫跑进去哦，也很难讲。这个是水龙头哦，你真的不很难讲啊。哦，跟马桶又不会有关系啊，因为假如是马桶，会不会是你肚子有蛔虫啊？那个蛔虫下来的话可以游到水龙头吗？哦，我不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
哎呀，怎么会呢？如果是水乡的话，就大家住在红帽桥的人不要吓到啊。假如真的是水乡，就不止一条哦，就不止一条，千条万条多多条，哦，所以，哎呀，真的很难讲的啦。这些东西啊，有时啊，我们看到啊，就不希望是发生的。所以我事先已经有看了这则新闻了，我有拍了一些我拍了一个拍了我家的，我装了一个那种过滤的那种水龙头啊，还不错的嘞。市场上有很贵的，很好的，我买这个是新币大概5到60，大概50块。然后因为我加那个过滤的那个叫什么？那个锌对不对？那一部分买多3个头这样，所以他买多4个，他一个送一个，我买多3个对，全部5个，5个可以用5年的，一年换一个。他说每个月，假如你需要的话。香港的水，他说香港那边他们需要每个月清洗那个过滤的那些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就是就让你们看这个图先呐，就是过滤的那一部分啊，你需要看到吗？你看这个水流下来的地方啊，就是当你要比如说我要煮水的水，我就用这个部分。转了，这边旁边这边可以转的啊，那边有一个这个可以转的啊，就可以转到了啊，它就从那边出来。如果你不要的话啊，你要冲洗复杂一点，你看水吗？就从另外一边出来了啊，从另外一边直接从水龙头出来，花洒的，然后还不止咯。假如你不要花洒，你要比较。普通的洗洗手，不要花太多，浪费水。你看，它又可以从另外一边，所以它一共有，你转的话可以三种水流的方式进来哦。一个是洗手的，一个是花洒，你要洗洗你的碗，然后一个是你要过滤，你要让水过滤的。那我差不多用了，从我香港回来到现在用，你看还很干净的啊。这是我在香港买的。那我不是跟你们讲，我也在淘宝买一些。啊，我在淘宝买很积极的买，有一个时候我连那种衣架都买，你看，我连衣架都买嘞，啊，衣架这个白钢的衣架很好用，哇，我太太都说没有话讲，买过这么多衣架啊，用久了就不好了，还有塑胶的、plastic 的都不好，这个是白钢的，非常耐用，啊，我还买一些白钢的那些小厨哦，你看，我可以把我整个烤炉放在那个厨上面，还可以放我的那些茶。我的茶啊，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我的菜心罐头啊，哦，你看到吗？还有那些茶，这个是一个橱啦，放在我的厨房的橱上面。这个杠白杠的架子，我买一个，我还有一个还没装，啊，这些都是我在淘宝买的，我觉得很不错啊。我在淘宝不是买那个留声机，你看这留声机，不错的，我不是曾经介绍过。哦，可以电黑胶唱片，可以蓝牙，可以广播，可以 CD 四样，音响就是那2个 speaker 出来的，不是说非常好啦。如果你是很讲究，但是 I think OK 啦。我现在听这个黑胶唱机，以我这种水准，我很满意了。然后我就有办法看到有黑胶唱片，我就买一点回来。我买最贵的那个王路易的，新币要88块，哇，买了之后。因为我们就是啦，你不是那种你肯玩的人，一个月花几百块、几千块玩黑胶唱片都可以。我玩买第一张就88块，因为黄露一那首歌我很喜欢嘛，《酷沙》就买了。然后后来就买的都是便宜的，不过哇，买到夏威夷的，买到那种jazz 的，买到一些民歌手，都是外国的啦。我最近订一批要来了哦，这个礼拜里面。又从淘宝订一批，哦，不懂好不好？但不过他们都是这种，都是翻版啊，不是翻版，second hand，黑胶唱片旧的没有人翻版的啦。但是 second hand 的，就是它可能有磨损，听起来有时也会哔哔叭叭这种声音。不过老实讲哦，当你听黑胶唱片，它的声音很美嘛，很真嘛。然后因为它黑胶唱片本身有一些挂花，然后声音出来有一点哔哔叭叭哦，
哇，反正有那种古早味，自己安慰自己，反正啊，好像王如一这种是他们重新再弄，现在黑胶唱片又看好嘛，可以收很久啊。CD 可以收很久吗？我不知道，但是那种卡带就不行了。我看你，如果你我也是很多卡带，能够把卡带复制成 CD 的，你就很开心了。但是什么都要时间呢、啊？就好像你把家里那些发黄的照片，听说可以跟它还原颜色了，当然不是100%了，你原本的颜色，但是变真了。就好像从前那些邵氏机构演的那些古龙的电影啊，那些邵氏明星演的那些电影啊，还有那从前很旧的那些什么《72架房客》啦，葛兰啊，什么《星星月亮太阳》啊，那些叶枫啊，他们那些电影，哦，那个拷贝，他们重新跟他翻新，放颜色下去，哦，重新你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哎不错，哦，是，所以这个就是我家我买这些东西，今天也特地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啊，我们继续再看下去，看还有什么新闻哦？我可以看到的，已经过了2天，被攻打的还不想投降吗？啊，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我专门有这个网名，被过了2天被攻打还不想投降吗？不知道什么意思。哦，哦，有一些网友非常有墨水的，常常吟诗作词。哦，我真的很佩服他们了。老实讲，还有一些会画画的，真的，我们看到这些人，哦，这个是不错，这个是谈到跟你们聊，让你们大家也了解一下。韩国瑜证实李四川将出任高雄市副市长，哦，就是从那个新北市借一个大将，啊，那个新北市那个这个李四川原本是新北市的一个副市长，还是什么高官呢？但是他本身是南部人，是高雄人，他本来要求请辞，就是退休了，要求退休，结果现在韩国瑜看上他，找他回去高雄担任副市长，因为他是务实的，非常务实的一个工程师嘛，是老手来的，高雄的哇那些坑洞太可怕了，所以请他回去大概是，治水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李鸿源是一个算是学者，也是一个对水利工程很有研究的。他就答应韩国瑜说，韩国瑜上任之后大概几个月时间，他就要呈上他如何将高雄的这个水灾的问题如何的把它治水治好它，然后。这个李四川呢，相信就是请进去，不然韩国瑜听了也不懂，对，明白吗？所以你看这个市长厉害不厉害？这个韩国瑜厉害不厉害？他厉害啊，他不可能听明白的嘛，怎么治水？因为对方可以讲到天花乱坠嘛，那个计划书可以讲得很好啊，但是未必可以用啊。但是你请这个做副市长，副市长就跟李鸿源两个人就去配合的话，所以做市长不是什么都要懂。不用去管什么渔村在哪里，在哪里做什么做什么，而是你要会用人啊，你要会用人，所以我相信韩国瑜他可以把高雄不但是变天了，也变色，变得美丽的颜色，这是我很深信，因为我们也一直在看这个政治人政治家了，我可以称他是政治家。以民生为，以民什么？以民所苦为苦，就是人民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我希望我们的这里的领导是这样的，希望归希望啊，事实是不是这样？就有时很难讲。最近做一两得是黑那种黑黄的。听他所述说，当然也是片面之词了。我听一方面也不一定很准确，但是整个大方向就是这样嘛。当你把这些黑黄的司机，他们都是个体户，
慢慢的就淘汰他。你在这个淘汰的过程当中，难道你没有想到黑黄得失本身是否有存在的一个价值？这些司机，他们怎么讲都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呢？虽然人家说黑黄得失师傅是比较，有人觉得他们比较不文明啊，但是我做的这个得失司机，他已经加了44年的黑黄，44年自己拥有这些得失，你觉得很奇怪哦？44年，他说他真的也是觉得奇怪，他24岁可以拿到得失手牌呢，他几乎是一个奇迹来的，但是不可能骗我的啦，因为他加的就是黑黄得失嘛，怎么骗呢？你看这样的一个人呢、哦，他把他的过程讲给我听的时候，我不一定要完全相信他所说的话，但是整个大方向就是你把这一些黑黄的得失个体户取消了，那你什么都想向企业化的话，怎么走向？整体化的话，你认为真的是好吗？你少了一种味道，你明白吗？如果你把巴沙马兰全部赶走了，你现在巴沙马兰当然还是要有一个负责人呢、啊，但是每个摊位有自己的特色的，很难的。你问大家说，你去小贩中心吃那些著名的摊贩所卖的食物好呢，还是你去 food court 吃那些？你只是把他的招牌写在那边，但是你煮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跟他比的，那些食物来比。我觉得如果能够的话，有些人能够让他世世代代相传是好的。最近我那个行业的书店，我那个行业有几间书店，最近又关了一间，现在整个新加坡大概剩下一间了。如果我要找有关的书，我只有一间可以找。然后就是跑到马来西亚去，然后就网购。马来西亚那间书店也很聪明，知道新加坡书店关了只剩下一间，他虽然我们去过对岸麻烦了，网购咯。还有现在很多也直接跟出版社买那些书了，但是书店有没有生存的价值呢？书店可不可以转型？书店可不可以成为一个主题的式的书店，或者是有书？喝咖啡，教导你卖烹饪的书，但是你开班教人家怎么烹饪。问题是你的书，你的店租金太贵了，没有办法。从前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你开书店啊，那个有关当局会给折扣的，我现在应该是没有了。所以你发现啊，现在每个人都开什么？快快赚钱的咯，剪头发咯，美发院咯，快快赚钱的咯，卖两块钱的东西，$2 shop 一大堆啊，$1 $2，立刻钱来钱去，水果店钱来钱去，每样东西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就这个文化事业没有办法在一般的主屋区的那些店面可以找到，更加不要讲那种家庭手工艺。你看那个篮子啊，住的篮啊，住的椅子啊，我们看得很喜欢，对不对？你现在哪里去找白杠的东西啊？很多东西没有办法生存了，那我们就变成淘宝咯，网购咯，就会买。但是怎么讲，还是你去买别的东西，少了本地的那种风味。我们有很浓的、很道地的南洋风味，我们就慢慢的失传了。这个南洋风味不是对岸能够，大陆两岸能够取代，我们有自己的特色，华人娘惹的特色，很可惜啦。有时觉得这些看了有点心，哎呀，我们也不要多讲。所以你看韩国瑜他用人真的是有一套哦，你真的佩服他。再看下去哦，这个不懂什么意思，哎，这个好像谈到小孩子在玩
The worst toy ever wasting of money, I asked how. Okay, how you have got the treasure when it's going to clear the mess. Money, I so you should. 哦，是孩子在家里玩玩具玩到家里很乱这样。大人哦，有时你要明白，如果你要养育小孩子，你要预备心，让他把你整个家翻天覆地，他会弄啊，所谓的肮脏了，他会弄肮脏你的家，弄乱你的家，也是他的家了，当然，墙壁会被涂鸦。我跟我的女儿讲，如果有一天发现我的小孙女，哇，拿那个颜色笔在墙壁上哦，涂鸦哦，不要去阻止他，你让他画，反正都弄乱了，就给他弄，给他涂，给他涂鸦。他在涂鸦的过程，其实他在想他要画什么，他有思想，他很快的。这个孩子，我每一个礼拜去一两天看他啊，都不一样，都有 surprise。昨天他生病了，没办法看到他，发烧，待了整天，本来白天应该出去的没出去，他自己也不耐了，晚上一直哭，妈妈就奇怪，一直哭哭哭，怎样跟他玩玩具，给他平时不给他手机了，没办法给他手机看 YouTube 看那个 Baby Shark 那个给他看都没有用，他还是闹一直哭，结果妈妈突然领悟到了，就开那个门。他哭哦，他又没有指着那个门，他假如指着那个门就好。结果我的女儿就开那个门说，哎，你是不是要出去啊，走走啊。哇、哦、他整个不哭嘞，开心哎。他就是要去楼下走走一下罢了。他哭了一个钟头，气得我要死。骂我女儿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那种敏感度。你要让他嘛，他又不是囚犯，已经关了一天。其实病已经闷在家里很辛苦了。发烧，因为那种可能是长牙齿发烧嘛，可能是他去那个佛罗教育那几天呢、啊，哇，晒太阳发烧嘛，回来热嘛，吃的东西又没有我太太煮的，都是 instant food， 然后就是那些餐馆里面的东西也不懂给他吃什么，啊，毕竟他们年轻，吃方面还是我太太去煮的那些给我的孙女吃的，那个比较，哦，我太太。单单如果你要介绍他怎么煮小孩子的食物啊，我可以讲一集了。我太太不是随便讲的，她有经验的。她有带过孩子坐月，替母亲坐月，煮 baby 吃，她有赚过这种钱啊，不多啦，有经验。哦，所以是这样咯，所以现在小孙女发烧，她就哇，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从前从不，她会，她下去，她要下去。带他去游乐场走一下就开心了。他是这样的小孩子，他要玩游戏，你怕他不玩啊，他假如整天呆在那边拱拱这样啊，呆呆这样啊，你惨啊。所以啊，我女儿的家很 mess 的嘞，他们地上，所以为什么整个客厅变成放一个玩那个玩具的地方给他，连沙发都不要放，就是给他玩嘛。哦，这个看得出，好像家里是放报纸什么，哦。有时啊，真的吗？你不要担心那个报纸弄肮脏它，现在报纸比昨天还干净了。丢在地上报纸，然后给他在外面玩啊、撕啊，有帮助的，真的。我也说不出啦。总之，任何的行动或者是油漆啊、涂鸦，他在做的时候，他的大脑在开发了，在激发他的脑力，啊，思维在发。这些东西做得好，将来去学校读书的时候是很快的。但是我们的教育也有问题了，因为。现在你孩子为什么每个紧张 ？Pre nursery, pre school 为什么要？因为当你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不是从 A B C 教起了，老师是 expect 你 A 到 Z 都能够念，甚至有些可以写了。一开始就是 revise 的，就要看每个孩子学到哪里去了，会不会写华文字，会不会讲华语，会不会讲英语。但是现在老师也进步了啦，可能不像当年这样。他们也强调 learning, playing as learning 这样，就是玩的时候来学
来增加你的学识，让你的学习更加有创意，而且有兴趣。有兴趣是最重要。我一直强调小孩子的教育，你要培养，不是他的结果，你要给他经历。每一个经历，不管最后是失败还是成功都不要紧。小孩子嘛，他去参加歌唱比赛拿，只有一个嘛，但100个人去参加比赛，只有一个人拿冠军。你的孩子刚好是那99个里面，难道你就说我不可以？你不是 aim for the best， 是 aim for the best， 但是你不一定能够达到 best。所以你在那个他的那个经历很重要，而且尽量要让他有多一点失败的经历。孩子太成功啊，我告诉你，他一跌的话就跌得很惨，跌到自暴自弃，跌到自甘堕落。我跟你警告，也以我的经验来告诉你，不是倚老卖老，培养孩子是要每一天。所以为什么我说要自己亲人照顾孩子是最重要的，比起放在托管所或者交给这些帮佣，怎么讲你们自己去想咯。哦，兴趣是很重要，孩子真的是你让他有兴趣，他就有学习 的那个吸收，他的吸收的机器就会动了。完全不想学有什么用？送孩子去学钢琴也好，学跳舞也好，学画画也好，不一定要成为钢琴家、画家、舞蹈家，不一定。但是那个过程当中呢，他发挥他的肢体，让他肢体语言更加的活泼，让他的头脑的思维更加的更加的发达吧。那也是我不大会用词，大概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孩子这个学习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孩子我觉得他很用心的在画画嘛，给他玩了不要紧了。我不懂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啦，因为我的英文也不好，比如有时候不懂他们写什么，哦，是我自己英文不好不了解，大概我看图片我大概可以了解。啊，现在网友吧，网友，哦，这什么？哇，介绍名单岛最火爆的藏凤酒店哦，这个是旅行社推销的啦，推销什么地方都好。最近网络里面也有一些哦，蛮不错的，然后介绍怎样设计这些设计那些家具啊、用品啊，你都很想去买啊。不过没有啦，他只是介绍你，没有告诉你哪里买是吧？好像没有。以后的家具怎样节省空间呢？这张也不错，我就写两张口的爷们说吃太多糖不好，糖税起了，不要浪费水，水价起了，稳定鸡蛋价格，鸡蛋起价了，面包也起了，现在吃辣椒和吃豆腐最好，吃辣椒无辈自强，吃豆腐开心开心。辣椒迟早也会起啊，告诉你。我们在新加坡的饮食文化里面，一个非常宝贵的文化就是，你去吃果条面，你去吃汤面，你去吃，日让豆腐，提供的辣椒都是免费的。你去吃馄饨面，你可以拿哇，有时候你可以拿很多那种青辣椒，我最喜欢的。我是无餐不辣椒的，无辣椒不餐，是无餐不辣椒啊，无餐不辣椒。哦，拉西罗马的辣椒啊，太好了。馄饨面的辣椒、青辣椒，让豆腐的那种辣椒，鸡饭的辣椒，哇，越想越炒粿条的辣椒，烧鸡、烧鸭的辣椒，鸭饭的辣椒，哇，还有布拉詹的辣椒，小辣椒，比较大的辣椒，我都爱吃。我去吃那些难怪我的身体这么糟糕，我去吃那些，现在想流口水。吃那些印度巴沙马那边印度人啊，炸那个虾饼我每次他送一只青辣椒嘛，有时候还小只的那种啊，哇，我很喜欢嘞，
我买五个，我就要他给我5条辣椒。你看我这口水流啊！哎呀，辣椒在新加坡是免费提供的，可能他本钱算在内了。有些国家没有嘞，辣椒要另外给，要另外买。有些摊贩哦，有看过，你要辣椒要另外给5毛钱。哇，你要汤都要5毛钱啊，要另外算的。有些加料另外算不要紧，配料都要另外算哦。你先打包啊，你盒子也要钱，什么都要钱就对，打包就要给多几毛钱，然后辣椒可能要另外算又要给钱。他说先跟你讲，我有卖整罐的给你，你要不要？卖整罐了啊！我工作的地点今天看时间允许的话，我可能要买。哦，他的辣椒酱，我想不到那个果条面哦，他的安迪有做辣椒酱哎，哇！那天他给我一点 try 哦，很好，但是因为那种辣椒是没有防腐剂嘛，homemade 的嘛，所以买的赶快要放在工作地点的雪冰箱，然后可能黄昏会。哦，要去我女儿的家，又放在她的冰箱。那回家的时候，就应该是可以顶到家里。哇，辣椒！不过最近有人跟我讲一个笑话，为什么厉害吃辣椒啊？因为舌头麻了，知道麻了，再辣的辣椒你都是没有感觉，倒没有啦，我真的还是有感觉。哇，有些小辣椒真的辣嘞。不，有一种辣椒我真的没办法，我太太也没办法，就是那些麻辣了。台湾人喜欢麻辣，中国人也是很喜欢麻辣。最近呢，中国的食物麻辣的呢，那些麻辣锅，哇，我不会吃哎，我自问什么东西都会吃啊，就是这些麻辣的东西，我搞不定，我真的搞不定嘛。我吃了我肚子哇烫到啊，我很辛苦，都对不起，我讲我自己的经验啊，你可能不是这样，你不要生气了，吃到有点要吐了，到最后。我知道好吃嘞，你们都说好吃嘛，因为我看到不但中国人吃，马来人也吃，新加坡人也吃。哇，他们拿配料，然后哇麻辣，哇辣椒这样，哇我不行啊，四川麻辣。起初我年轻的时候吃四川菜吃一次两次，哇觉得很好，哇我总算有自己投降的地方了，不可以了。哦，你给我吃咖喱，我喜欢印度人 roti prata 的咖喱，哦，菜的咖喱，鱼肉的咖喱，干面的咖喱，当然是干面咖喱我比较喜欢的，但它也胆固醇最高了。啊、哦、roti prata 也是不健康，但是我喜欢吃，就是没办法，所以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好，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太好吃了。我在想哦，将来哦，我跟太太讲哦，如果我进医院啊，我剩下几个月的生命啊，哦，你不要跟我。不要给我去喝那些什么，我看到别人那个别人的事啊，他们可能还想去拯救嘛，我不要给我吃那些什么苦茶啦，什么绿茶，什么茶，什么，哎呀，不懂了，总之不要给我吃那些，对身体好的东西，我要吃我剩下几个月的命啊，你别的医院不肯，你偷偷带进来给我，真的啊，你要带罗地巴达给我啊，带炒粿条给我啊，带拉萨给我啊。我在粿条面给我啊，鱼圆粿条面啊，八撮米啊，龟杂，哎呦，拉西罗马，姜茶，滴阿利亚，我不喝滴答类的，滴答类太甜了，我喜欢滴阿利亚，来素啦，少一点奶，因为奶就是糖嘛。现在没有了，第二天果松，第二天不好怎么果松我也不懂，姜茶啦，姜茶欧，最近我就是180天要减糖了，减了之后整个精神就好起来，精神好起来，身体又瘦多2公斤了，所以糖分啊其实是很糟糕，没办法啦，我们年纪轻的时候不知道吗？整天哭哭哭哭哭，整天哭哭哭哭哭，过来过来过来，打篮球就喝汽水。喝黄梨水，咖啡就放糖，所以有时候我很佩服那些喝咖啡的人。小歹已经很怕，已经大歹哇，真的是小心啊！糖真的是，哎呀，我不要去，我没有资格讲人，是我们自己不争气，就不要去讲人家。这种叫做自己已经走过一趟不好的示范，然后现在跟人家讲，你不要走我后路。其实这样的劝勉有一点
有点过分，就好像一个抽烟抽的要死的了，然后不让孩子抽烟，然后你明天把你的二手烟吹在你孩子的鼻孔那边，那不负责任的了吗？你为了你孩子一定要戒烟呢，烟真的是很伤身体。但是我也不可以这样讲，邓小平抽这么多烟，那天我去体管机的时候，我问一个阿老嘞，87岁了，抽烟啊，哇，我不得不称赞他。我说你安哥，你可以知道让我知道你抽烟抽多久吗？我睡很久很久，个就准了，87岁，哦，还 OK 啦，只是要坐电子车了，但是他说还可以走，哦，至少比我们的领导哦，那个85岁就倒在床上，不大能够了，要人家扶了，而且那个是 exercise 啊，运动的，而且那个有专门的医生啊，每一条微血管有问题的话，都有医生搞定的。老老，你看人这真的同人不同命啊，每个人的 DNA 不同吗？你是领导又说话，你是精英又说话，你有钱又说话，一个平民百姓，一介平民这样住在那个普通的那个竹屋区嘛，马西岭那一带，他跟另外一个同伴住，就是一房两客户的嘛，那种是租户来的，老了就去安老院，因为他能够自强，能够自己顾自己，就不用放到安老院了，福利部的很多的福利部的 case 都是这样，他们让两个老人家在一起，希望他们可以更好的，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不是更好，谋杀案都有发生的。两个老人家我遇到过太多太多这种故事，这些我都是我手头上曾经处理过的。啊，老人家啊，这个也可以讲，单单讲那些那种一房没听的那些租户啊，老人家的租户都是一个故事来的。安老院的老人也是一个故事来的。我要讲老人家哦，讲到你自己哦。从前我也有想法，哎，我老了，我希望我的孩子把我送到安老院，不要麻烦他。现在我开始讲不出口嘞。真的老了是不行的时候，不懂要自己去哪里，也不能够拖累孩子啊。你也不要 expect 他们整天来看你。哦，讲到这样，我刚才有看到 YouTube 刚才脸书啦，一个外国新闻，一个视频，一个新闻台报道一个名，说你看了不要哭啊，哎，非常感人的事情，就是那个新娘哦，他们洋人结婚不是要去教堂结婚，哦，就是新娘，伴娘，坐车要去教堂结婚之前。他先去跑去医院，去医院做什么呢？去探望他的婆婆还是奶奶了，因为 grandma 嘛，哦，婆婆还是奶奶，去医院探访他，因为那个婆婆奶奶不能够出席他的婚礼。哇，在赶去教堂的过程中，先弯去医院，然后来爸爸妈妈也在场，就是爸爸妈妈的妈妈啦。哇，很感动，你要老人家来出席婚礼很辛苦，但是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是你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所以去医院分享你的喜事，所以那个婆婆很感动了，哭了，说哦，你一定是去教堂之前来找我，可能还可以幽默一下自己的孙女，说：“哦，你的新郎狗狗一定等得很心急，为什么你还没到？”啊。为什么我停一下就讲不出话了，因为想到自己的父母都离开了。自己的女儿结婚也没有办法啊，让他们知道。那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他说，是不是没有办法回答他说，哇，叫我的女儿说，
你去教堂之前，好不好忘去坟场？哎呀，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是很伟大。但是也不要，这种都是孙女，就是女儿自己，不过我没有怪他们，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啦，对不对？然后你想想看，一般人怎么会去做到这样的事情？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哇，我会哭的，小兵都会哭，马赛拉马赛拉，哇，如果谈我父母啊，可以谈三级、谈四级都谈不完了。虽然我在小学3年级，我父亲就去世，我在当警察18、19岁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讲不完，讲不完。他们有好有坏呀、啊，他们有优点，有缺点，但是一句话嘛，骨肉情深，就是这样。我不是跟你们讲，我做警察的时候，我妈妈是一个好赌的人呢。他竟然被抓，哎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你去做警察，做便衣警察，而且速赌组，你妈妈做赌客，还有不是被我抓嘞？别一组的，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分几组，他看到我以为我是大法官，他以为我是法官，能够释放他，当场释放。啊，妈妈很天真啊，不很可爱啊，妈妈。他去赌场也是为了生活，不是跟你讲了，他帮人家，他做马头啊，不是专业的马头啦，人家缺钱，他帮他们把他们的那些首饰啊，这些暂时换钱的、啊。哎呀，这种马头也是，这种行业也是。哎，我跟你讲很多行业哦。那天我听那个又回到那个黑黄车夫讲，当年他们哇怎么赚那些游客的钱呢？他说我们是半个导游，可以赚一天可以赚几百块嘞，但当时钱很大，有时可以赚几千都有可能啊。那个豪客的话去那边买东西啊，然后他们还要给人家抽的，他们自己赚，他们还要给那个 hotel 啊什么抽啊不。他说有一个说抽20%的，中什么？哇！你听了之后啊，从前这些抽佣很厉害啊，现在也不是一样。现在中介是怎么回事？中介就是抽佣啊，所有的中介都是抽佣啊！啊，谢谢直播啊！今天人不多，就一个加入，然后有3个人按赞，不要紧啊。过后哦，都会，可能刚好今天时间不对啊，星期一嘛。星期一可能，哎呀，我不要自圆其说，今天人少了一点，有些人很多，很开心，今天也很开心，看到一个人，另一个人我就很开心了哦。哦，汪啊，汪，汪还是汪啊？谢谢你，谢谢你，是不是表示说你们出现就是没有离开的意思啊？还是离开就会离开啊？我真的不知道嘞。所以汪，你有听到我吗？如果你还在的话，你给我一个赞好不好？让我知道是不是你还在听我讲话。哦，还是你已经不在了？不要紧，反正这些直播的影片我都会放到最后放到 YouTube 里面，也会放在 Facebook 里面哦。所以最后一个就谈到辣椒嘛，还有2分钟还没到，还没有，看看还抽的一个来讲啊，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谈。哎呀，没有什么了，今天很多网友是牢骚话啦，家里有一些人病逝的消息了。就希望这些脸书里面，你告诉大家，透露你的至亲或者是你的朋友病逝啊什么，我们就希望你能够节哀顺变的，哦，这边最后一个也不错啦，他说古稀老人还喜欢这套儿童书籍，1970年到73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哦，实际共100册，中华故事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哦。哦，我是见一册买一册，如今只残存4册，其中第9集和第10集是贺装，各装内容丰富，
文字通俗定青少年富有教育意义的课外读物。哎呀，但是老先生，我有时候要跟你讲，你这些儿童读物啊，我们的孩子不看呢，年轻人都不看呢，可惜啦。哦，或许我们可以把它讲出来了，所以我鼓励你直播啊，你一本一本介绍里面有什么故事，但是没有用，也是没有啦，因为你直播也是只有我们这群人在观赏，因为直播对象很有限的。如果我的直播对象能够引起年轻人少年人的注意吗？不容易了。不过你必须训练呢，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一直对着镜头能够这样讲话，越讲越顺，就是这样了，一直在训练，然后再想点子，想方法。六十岁不是人生的最后阶段了，哦，人生七十才开始，我还没有开始。但是我能不能够活到七十也是有点宿命论了，有点悲哀。最近身体不好，总是想东想西，哎呀，要打自己的嘴巴，不应该有乱乱想哦。好了，差不多也是一个小时了，也不再谈了。你看，因为一个小时谈没有几个课题就又是一天要过了，哦，我要准备去上班了。哇，我这个礼拜也忙了，因为圣诞节啊，今天圣诞节星期二，然后礼拜天就是我忙的日子，所以我有两个。人家庆祝一个圣诞节，我庆祝两天的庆祝会。哇，从头到尾忙到有点，我没办法了，这就是我的本行嘛，我的专业。我这里人数不多了，但是他们都是一群非常愿意聆听的人。愿意接受教导，不是那些神神怪怪的说他是信徒，然后不懂啊，有些觉得我，你看我很少直接讲指名道姓我是谁，不是敏感了，不是怕，谁不知道我是谁，是说有些东西你要去让人家认识你所相信的，有一些就高谈阔论这样，喊一大堆口号这样，有一些就说是自己这样，然后行出来的又不一样。我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一定能够行出来的，少讲，不要讲明，你自己也不是完全的人啊。很多瑕疵，很多缺点需要去改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性阴暗的一面，怎样去突破它，怎样去改正纠正，怎样去改善它，是一个大道理来的。如果这一方面我要讲，会啊，有一天我会讲，不是在这个平台了，就不直播了，可能录影，然后把我所认识的东西讲出来，好过写回忆录嘛，自己又不是说很有料，写回忆录你还有很多，你还要放很多参考，讲当然是也是要小心啊，讲也是人家就定你的罪嘛，讲错话也是麻烦，而且各宗各派啦，其实为什么不要讲哦，是因为各宗各派你讲的时候你的那个拿捏很难的，有些人整天自以为自己是，哎，不懂啊！我觉得我真的不敢。有些东西我真的，我学的，我对上面的认识，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一般人的看法，有极端的，有保守的，有中庸的，有科学的，有历史的。有文学，有传说，那本书本身是多姿多彩的，那怎么去诠释它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有迷信的，有理智的，有神话，有写实的，有历史故事，有虚构，有夸张的。
这本书里面，我现在这样讲的话，内行的人就可以骂我了。那本书里面有我刚才所讲的东西，人家就可以定我的罪了，你知道吗？但是你如果去认识的话，就是这样。我最不认同那些人把那个文字直接照搬就用在人的身上，他讲什么就是什么。拜托了，那个字本身文字的演变已经经历了千年了，翻译的过程总是有差错，总是有翻译不对的地方。原来的原文有时真的是，我如果我讲这样的话，我又要别人家顶嘴，所以很难的，你知道吗？那你难道要像小孩子这样讲儿童故事吗？整天听儿童故事，整天喝奶，不要吃饭，不要吃鱼吃肉来长大吗？只要听好话，听你自己喜欢的话，有病希望他医好你，没钱希望他给你钱。我不是，我有病我也求过啊，我没钱我也求过啊。但是你的中心点在哪里？你人生的目标在哪里？求他给你钱，还是求他让你有赚钱的方法？求他给你钱就是买马票，对不对？还是走路吃到钱？还是让他给你一种学问，一种技术，一种能力，去改变，来赚取你应该得到的钱？我今天只指这个。如果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所信的就是求财，不要啦，真的不要。你要改变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你要改变你的人生态度，你要改变你的，真的很重要。我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了，就算你是没有信仰的人，这个也是道理。为什么我很担心人家赌博就是这样？赌博不可能让你致富的，赌博让你致富只是那一次，给你再多几次，接下来你就越赌越凶了，这是不变的道理。你去问那些中过头奖几十千很大的一笔钱的人，你跟他讲你下个礼拜有没有买？没有啊，我没有买了，我去光明山啊，我去见红传法师，我去吃斋吃素，然后我去奉献。哎，没赌博的还没有中马票的人都是会讲这种话的呢。如果我中了钱，我要去做善事，我要去帮忙教堂建教堂，我要建庙，我要帮忙老人，我要请大家吃，都是这种话的。中的时候有做一点点，然后下个礼拜又排队买更大，结果你把赢的全部输光，然后又输了更厉害。我亲眼看到几个这样的事情，我问过多少赌徒都是这样的，只是有些人还能够 control 自己，知道说我每个月的薪水这样的话，这些钱是拿来赌博的。但是你想，如果你把这些钱收起来的话，哇，你都发了。哎，扯远了。最后的十分钟竟然讲这么好像在教训人的话，不敢了。心中有一些感触了。哎呀，人生，我不是讲别人，是表示我先讲啊，不是我没有做过，当然我没有，我是遇到这种个案，我自己也不是说没有赌过，从前也是有赌过，但是已经过去了。让你陷入这种赌博、吸毒、偷窃的这些瘾啊，要怎么去改变它？你自己本身的意志力跟你的决心是很重要。什么都是决心啊，我觉得你要决心嘛，你要，所以
我一直觉得有一句话一直影响到我，屡败屡屡战，屡战屡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你一直告诉自己，无论对自己的健康也好，对自己的事业也好，对自己的工作也好，对自己的人生态度也好，我就是这个，就是我的座右铭了。不是说很伟大，你明白吗？其实是很可怜的，小兵一直被打败仗这样。那你要怎样？自暴自弃吗？逃跑吗？升白旗吗？所以啦，好了，今天我已经谈了1小时10分21秒。哦，有一个网友刚刚加入，你迟了1小时啊，不要紧，回去看我的啊，重新看过。谢谢你呀、啊，你们都今天人加进来不多，不懂是不是我的那个我的灵气势已经弱了？不会啦，我还要去继续做。我发现谈脸书的 post 文，就好像脸书的新闻，跟大家报道一下。一个钟头只会讲几个故事，因为包括自己的看法嘛，哦，点点滴滴啦，随性的。然后我会把这些我刚才所谈过的那些内容做个小题目，要让大家知道今天又有什么不同。好，我现在已经时间已经8:11，我又可以开开心心准备去上班。哦，今天工作也会非常忙碌，很多事情要去处理，因为啊。礼拜天跟下个拜二都是我的大日子，所以要预备这些东西啊，很开心啊，这一次真的是蛮开心的，改次再跟你们分享啊。所以我奉劝大家啦，我们好好的信，信的真，信的诚，不要整天想那些东西了。你大概明白我在讲什么。拜拜。